在土城区公所举办的都市计划说明会，参与民众挤满整个会场，因为这可是攸关自身土地财产的重大权益。其中备受瞩目的议题就是司法园区的成立。新北市规划将土城看守所、新北地方法院及新北地检署搬迁至土城弹药库所在位置，但由于土城弹药库搬迁后释出的公有土地分布零散，预计将透过地权调整集中分配公有土地，以利整体的使用。那在这个149公顷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它大部分都是属于非都市土地的一个特定专用区。那等于说，当初这里其实在区域计划里面是指定供弹药库这部分来做使用的哈。那因为之前弹药库它的一个使用的需求，所以大概它公有地虽然多，可是事实上它都是从分散的。本次扩大都市计划面积约162.04公顷，区征面积约55.17公顷。其中划设的司法园区约24.34公顷，为了考量土城都市计划都市发展压力及兼顾生态保育的需求，也将邻近非都市土地一并纳入都市计划。但由于影响的范围也更广，本次说明会目的也是让民众借此发表建议，聆听在地人的心声。就是说，希望呢，他这个容积方面呢，能够适当的放宽了，因为现在住宅区只有180，商业区240，这不合理，极不合理。看看能不能开放回商业区300哦，住宅区恢复240，还有分回的建蔽率方面呢，分回土地现在依现行法令是分回40%，看看能不能分回到50%哦啊，这个大部分的地主的心声是这样子的，说大家为了地方发展，但是就是政府也要兼顾地主及民众的权益。都市计划姿势体大，如何在公众利益和私人权益间取得平衡，是政府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。唯有良性顺畅的沟通，让双方了解彼此需求，才能创造多赢。数位天空新闻土城报道。